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有我在，往前走。来，往前看。我还好。稳扎稳打，一步步来。 秦明宇第一次上吊桥，以前他都不肯，嫌不结实。真的？给他塑造好的形象。陆队说的都是真的？没有，经常来。有一次啊，还带着小南从这儿走过去呢。那他干嘛说你头次上来？可能是为了给你留个好印象吧。老实人。 加分，这也算是我的一个优点吧。看看两边。不了，难度太大。看看吧，要不然错过了，可惜。 没想到这么美。之前的时候，没觉得。